你在找什么啊？我在找自然人凭证。哎，听说健保卡也可以报税啊？对啊，只要去健保署的网站注册，设定密码就可以报税喽。或6月1日前到健保署、国税局都有提供注册的服务。申报期间24小时可利用自然人凭证、金融凭证、健保卡查询所得及扣除的资料，完成网络报税。凭证报税，一直搞定，真轻松。